谷子乔呢日出席活动，新嘅一年佢话想挑战多元化发展，咁唱歌方面又有咩目标呢？红馆咁远，这个真系有啲远啊，自己觉得因为红馆都成万几人嘅场地，同埋真系。因為我是未開過任何一個自己的個人音樂會的，連可能一些比較小少少的都未開過，其實我想有個熱身先，希望可以，我不敢奢望太多人，我覺得我500人左右，我覺得挺好的一個嘗試。連詩雅加入星夢一段時間了，谷子喬就說大家風格不同，不會有爭寵的情況。應該 Sugar 是萬千寵愛，他不用爭他都是，是啊，所以我都會寵愛他。我們剛剛一起去團拜啦，一個電台，我覺得其實都我本身都認識他的，是啊，覺得他個人都是很 cute， 比較 sweet 的女仔嚟嘅，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即係一起唱歌啊，同埋一起出席啲活動咁樣。另外有傳吳若希婚姻亮紅燈，你有冇關心下前輩啊？冇啲咁嘅事吧，冇嘅，應該唔會，係啊，冇啲咁嘅事啊。